就是我们好二分之一的观瞻器照。我在用明显的，我就觉得都。你刚才看什么？他只在看看一眼。三分之二的。对。刚刚下去那地方还没看到。好，现在最多时间是五点半，我们看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是五点半。好，快全部出来了，好。哇，你到多大？